就在前几天 EDG 夺冠了。当我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，我的第一反应居然是 EDG， 那不是音乐里面 C 调的 Mirror Soul 吗？这就是音乐人的后遗症吗？为了防止有些小伙伴听不懂，下面我来简单讲解一下如何把 EDG 翻译成音乐。众所周知，音乐里面最常用的七个音就是 Do Re Mi Fa Sol La Si， 其声简谱就是1 2 3 4 5 6 7。其实还有另一种标注体系是用字母标注的，那就是 C D E F G A B。当 Do 等于 C 的时候 ，E 就等于 Mi，D 就等于 Re，G 就等于 Sol， 所以 EDG 在音乐里面听起来就是这样的。听完之后，我突然发现它很像那首歌。我们再弹个伴奏来听一下。啥也不说了 ，EDG 牛逼！